来吧，老铁啊！对，必须中带一颗啊！来，我们看看这盘球的局面啊。这球肯定不能打大号球了，小号球简单呐。小号球六七一三全够，唯一难点是这个五号球，就这五号球，这底带还是也差不多啊。这球没事，这球咱就打小号了啊。这球咱们打六，可以低杆左塞拧塞啊，看看能不能叫到四号球啊，左塞。知道为什么叫四吗，老铁们？因为打四的话可以 K 五啊。这球给点低杆溜塞，看见没？这一打一 K， 五号不就活了吗？五号活了以后，咱们这球可以打一，打一的话可以叫五，五叫三啊。这球低杆横台一库啊。哎呦，我这五号的位太细了，定着够吗？定着就够，那就定着，拉回来一点也行啊。对，拉回来一点。然后七号球的话，咱们打三高杆就能叫到了啊。给点左塞吧，分离角能好点。别走了，别走了，老铁啊。然后这球高杆右塞，三库啊，看见没，老铁们？这分离角行不行？这分离角，哎，弹起来点儿。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